是不是很臭啊？很臭就说出来。当然了，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说过我脏臭。如果你受不了的话，你可以叫另一位技师过来为我服务。大哥，哪有别的技师了？俺们店这些人，全让你给霍霍了。臭咋样啊？这张老修。 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都蓝翔毕业的，蓝翔毕业的啊，师弟呀，是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啊，你也在毕业的，兄，师弟还信不过吗？是吗？啊，哎呀，怀念呐，怀念在学校学挖掘机的时光，回忆起来就两个字儿，啊，妈青涩。 哥，你毕业多少年了？五六年了。五六年了，那可不是。哎呀，当时啊，我在那猪脚。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修脚啊？你这是修脚啊，还是修车呀？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干什么？哎，来人！不行！哎，兄弟，你别整师弟！哎，啊！就这些常规的吧。嗯，就做的已经有些倦怠了。 这个啊，我不得其解啊！幸福啪啪啪是什么项目呢？哥，你点这个项目我做不了啊！怎么的呢？这是女的给做的，我不行。嗯，怎它是个什么形式的呢？就是，啪啪啪，你不知道啥？你不是老来吗？啪啪啪，不是怎么？你太快了！啪啪一啪啪。 你这么的，咱们家女技师呢，这个档次不太一样啊，有98的，完后198、298，这都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你这么的，你先给我来个那个98那个，然后我再决定我怎么地，行不行？先瞅瞅呗。瞅瞅去，瞅去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呀，这家伙不靠谱。98都长这样了都啊。 给我来个298的，喝出来了。妹子，不是你不够优秀啊，师哥这个要求有点高，98都长这样了，我他妈298不得，哎，不得起飞了我？哎呦我的！怎么样，哥啊，爽吗？这。 298，298啊，刚才刚腰的，298斤，高高的。我也算是咱家老顾客了吧？那当然了，你比我来都勤呢。哎，你别说，他没用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上别人家按摩，人都有优惠，就按几次，完了送几回啥的。怎么到你家来按这么多回？这一点活动都没有，这活动这么匮乏吗？这活动？不是你早说呀，我寻思你不稀得憨那个呢，咱家也有啊。 咱家有10次脚，完后赠送一次无偿按摩，有。那你不早说？哥，无偿服务可以开始了。哪儿呢？啊，叫来了，给他。这是黑无常，完这是白无常。啊，黑白无常为您服务。 别敬礼，赶紧上手啊，哥！我不需要，哎，我不需要！没事，哥，你别跑，别动，别害怕，别动我，跟啥急着啊？哎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救命啊！赠送的哥，够了，受够了。怎么了，哥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足疗我做够够够的了，知道不？脚丫子都快让你摁稀碎了，你知道不？来你们家干啥来了啊？你们家就不能有点带色儿的吗？啊？说那么大声儿，哥你。
你哪次你不说的明白，然后你老暗示我，当然咱俩就整差了，误会了嘛。你早说有带色儿，我跟你说，这点写的都明明白白的。你看看，各个价位都有，是不是？你这藏了烟，真坏啊！又坏。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，嘿。老弟，怎么样？这个颜色够粉红不？哎。咋的？你这张老脸，你往我这老凑合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咋你对我有意思呀、啊、你啊？不是哥，巧了，你这正好轮到我上钟了，这不都缘分吗？我刚才跟他们说了吗？我要8号，你是3号，你老上这过来干啥来呀？那什么，8号回家过年了，还没回来呢吗？你扯犊子呢干啥啊？清明都过了，他还没回来呢？他家年那么长啊？凤儿啊，咋样啊？搁老家待的？哎呀，我在家待着老没意思了，我天天老想你了。是，真的，这等你回来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多少个按摩的我都没相中，我就给滑下来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是我跟你说呀，哈，我干这么多年了，按了也有好几万只脚了，你这脚真漂亮，长得你看啊，多好，啊。说的是，我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也从没见过像小姐这样。这么漂亮的腿，白呀、啊嗯，长就长。哥，你量一下有多长？几哪？多长啊？啊，你看啊，一哪，两哪。别算，你那个手短，你跟我量的不一样。怎么可能呢？杨先生，干嘛啊？我忘了，这我能量哪儿？五哪？你们点的技师已经来了。啊。哎，我得好好摁啊。使劲儿，知道不、啊？中式的、泰式的、法式的，这个法式的是什么招数啊？哥，你挺有眼光啊！就这个花样多啊，那活老好了，就、啊，但是一个钟俩小时啊，你受不了吗你啊？棋逢对手，哎呀，那就不是这个价了，哥啊！那多少钱呢？1500。1500啊，行价，行价啊，行价是吧？行，那我去给你找一个，快点，老弟，我去给你找一个啊。谢谢了啊，好兄弟。哎呀，这店挺正规的呀，瞅着。法式，怎么样，哥啊？这法式按摩做的还行吧？抽签吧，这赠送的。啊。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俩扯犊子？上火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上火了啊！那我给你去去火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那个什么，我给你拔个罐儿，给你拔几个火罐儿，给你扯扯火，不是那意思，哥。不，下去。拔个火罐儿啊！你说你拔哪儿吧？这。拔上好吗？拔你这、啊、就能拔的地方，就给我拔上，都拔哈。这就歇下来了啊！你松快松快，松快，哎，挺松快，是吧？挺舒服，挺好啊。哎，但是这感觉这嘴怎么有点疼呢？这个嘴啊，哎、没事，你轻点儿。大哥，我都没使劲儿。什么没使劲儿？你咔咔搁那转呢？行，我轻点儿。哎呀！大哥，你这个地方是肾的反射区，你肾可能不行了，所以一摁就疼的不行。什么？你这没有你这么摁的，你往死了转呢？你不能轻点啊？没使劲，你这哎，哎，妹子，一看就不怨你，人都点一下你都疼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的肾肯定就不行了。平常不是三催六臊的，说自己挺猛烈的吗？现在这六味地黄丸咔咔的赶紧往上怼吧，就什么肾不行，老妹儿手劲儿太大了，那能怨我吗？我们眼瞅着都没咋使劲，你就是拉了胯玩意儿就完了，废了。真没使劲，你那肾废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服你过来，来，你上我这来，老妹儿你给他摁，那劲儿太大了，你就不忿是吧？就不忿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老妹儿啊，就往我那个肾反射区猛攻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这脚你得立起来，你这扒拉扒拉没劲儿。喂，小兄弟。这肾还可以哈、啊，这肾行了。